会有令人世界小剧场穿越新装备篇。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久不见，我们今天依旧请来了萌萌的三太子。哎，大家好。那么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前两天公布的一些内容啊。好的。那么3月23号呢，这个更新了两个新的怪是吧？是的，分别是碎龙的亚种跟金狮子的亚种。嗯，这不是上次说过了吗？哎，别提上次，上次那个女主持人他妈的是脑子有毛病的。哦，那这个是什么了？这是我们满开季的这个新的活动服装。哟，这个人形恐暴龙好像漂亮点了吗？玩家也会变得很漂亮的。你看这个衣服穿上去就非常的精神，非常精神还行。话说这个眼睛上长朵花，这个不怕被这个 SE 告版权吗？没事，他们这个长在右边，我们长在左边，这个完全不搭嘎的。哦，这道理我是懂，但你为什么脑袋上别朵花呀？你看这一号操作员都快笑出来了。啊，不是，你不是觉得我这个别朵花之后就很美了吗？很美还行，你确定不是花痴了吗？不是，关键是有很多这个收费的道具一直卖不掉，销量不是很好的。那希望他们我这个作为一个啊，作为一个形象代言人，那么给他们卖掉点。哦，有又来卖哥卖家具了。你别这么说，我们这次还推出了新的这个挂件。这个收费吧，这个呢肯定是要收费的。你想这个挂一个在后面，别的人没有多拽啊。你也知道别的人不会买啊。你看看这个还有这个特色涂鸦，到时候组队的时候，哎，对吧，你有人家都没有，人家只能羡慕你啊。嗯，然而我已经当了好几个月的单机猎人啊。这个嘛，免费的有不啦？免费的嘛，这次加了几个这个 NPC 的发型。妈耶，右下角那个阿姨头什么鬼，你确定这东西有人用？都免费算了，就别计较了啊。话说我都牺牲自己的颜值了，这个戴上玫瑰这个出镜了，哎，你们就不想这个砸点钱吗？嗯，我跟你说，现在上面弹幕全都是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好，那么后面几个月有点什么新的怪了啊？这个后面的怪就多了，像之后要推出的这个烂金龙的 M 位啊。好了，又要刷刷刷了啊！不怕，这个我们这个还做了一些调整了。哦，首先呢，这个烂金龙的任务呢，从这个大脚破坏改成了讨伐，而且这个不是原本的16人，而是4人任务。哦，还有3个队友的呀。但是我们取消了达成度这个追踪等级什么的，现在简单多了，而且不需要你刷武器的，你只要需要用以前的这些武器，然后用这次打下来的这个素材去把它升级就可以了。哦，那以前的武器没有刷的人怎么办呢？哎，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所以说呢，我们准备了这个炼金术士，里面可以帮你炼出以前低级的武器，哦，上位的那种了。是的，而且概率大幅度提高。真的这么良心吗？良心，绝对良心。而且我们还要加入一个力战王啊 ，MV 的力战王敏波龙啊，哦，想不到第一个 MV 的力战王是敏波龙。是的，这个我们要让玩家朋友们呢，这个尽可能去吃一点苦啊，不对，是尽可能的有一些挑战啊。嗯，尽可能吃点苦，我看出来了，这个力战都很难打。会的，这种老手在那边还是5分钟10分钟。啊，我觉得你应该针对那些巨佬专门开发一个难度，专门给他们打，难到哭的那种。哎，这个你可别说啊，这个到了5月份就有个难到他们哭的怪。哦，什么怪啊？哎，就这个吗？哎，怎么长得有点像冰柱龙啊？哦，这个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历代最强的黄黑龙。哦，黄飞鸿。哎，黄黑龙啊，黄黑龙。那这怪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呢，就是啊，可以使用所有的属性，火、冰、水、雷、龙啊，都可以用。哦，就是龙形法爷了。龙形法爷还行，差不多这意思吧。总之呢，肯定是一个可以难到他们叫爷爷的怪。对，然后新手都一个个上游戏了。新手嘛，可以自己慢慢提高装备嘛。而且你看，我们这次寄养了金狮子的装备和碎爷的装备都还是可以的。哦，让我看看，哦，这碎爷的这个腿不错，金狮子这个腿也可以，直接3级的体力提升。哎，对吧？这就非常适合新手了。然后再配了这两块新出的武器，那就无敌了。哦，是吧？有哪些武器啊？啊，你像这个寄养的金狮子的大剑，看牛不牛逼？15%暴击，而且子弹这么长。嗯。然而比起米斯诺的这个爆破剑来说呢，这攻击力差的有点多呀。但是你想，你可以不用这个降武雷啊。嗯，我觉得要不是怪落雷的话呢，基本上也是次强吧。啊，那你再看碎爷的这个呢？哦，碎爷的这个嵌槽的空格倒挺多的啊，多一个3星的空格。但这个子斩也太低了，而且还不能往上加，爆破稍微高点还少暴击，没戏，还是次强。啊，那你可以考虑啊，这个出碎爷的这个7级的挑战者，这个加20%的暴击的话呢，全程100%暴击了。对，我还强化出一个冰咒龙的神秘，牺牲的攻击力的话，让我看这一刀多少啊，306，算上7级挑战，算不他8%的攻击力提升，也就比我原先推荐的那套强那么一捏捏。然后实际测了一下之后呢，发现这个两套装备的打的伤害其实差不多的，无非这个碎龙2+4呢，可以在这个不破甲就不降防的时候呢，造成100%的暴击。
啊，那这也算是提升吧，行，勉强算吧。然后这个片手剑总没话说了啊，你之前用的那个妹妹子的片手剑现在呢可以换成啊这个碎龙的这个片手剑了，攻击力还高很多，还子斩。嗯，这个倒有一说一啊，还白送你个180的爆破，宝石槽呢也优秀了不少。是啊，而且换了这把武器之后闭着眼睛都能打出2000多的这个伤害啊，对吧，你之前那个妹妹子那个只能打2000出头一点，闭着眼睛还行，这个要按准了好吗。而且这还没到极限，你想那个出那个激昂金狮子那套这个对吧，暴击100%，简直就是单手大剑啊。嗯，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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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看我们双刀的啊，对吧，这个啊，这个雷属性的这把不比这个敏赤龙的这个雷属性的刀差的呀。哦，是哦，的确还滋斩了啊，还白送你15%的暴击。碎龙的这把就更加牛逼了，可以说是物理性最强的爆破双刀了，配合冰柱龙的一套，你看好这个闭着眼睛都能打杀1200、1300了。冰柱龙这个双刀这扣上面能量什么时候扣的这么少了？啊，这个我们稍微做了点调整。调整还行，又他们暗改。你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我们都是为了玩家利益考虑。不过也是啊，这个敏赤龙套再加上属性的双刀的一套打下来也就1300，碎龙的爆破子斩还动不动就1270多的话，差了很少啊，对吧？哦，那么你的锤子现在怎么样了？啊，我们这次锤子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啊，你想不说就不说了，哎，真的没什么了。哦，让我仔细看看。真的别看了，我们这次真的没有给锤子加什么东西。两把新武器都挺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呀？是因为你把敏赤龙的那个锤子搞得太强了，知道吗？啊啊，是这样子吗？啊啊。不是，你想呀，我们锤子党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弱势的嘛。弱势还行，真的，你看我们本是同根生的长柄锤，对吧，我们就加强了，你看两把新锤子的这个乐谱多好呀，啊，体力速度恢复大，对吧，体力持续回复。哎，你再看这个碎爷的，对吧，响周波龙，对吧，多牛皮啊，你看。哦，你再看看这个长枪，对吧，啊，这个碎爷的这把长枪光看就觉得很牛逼。哦，难道真的不是因为你把敏赤那把长枪搞得太废的原因吗？好巧，这个以前这个冲枪也不是很废的嘛，对吧，敏赤龙的冲枪这个只能到6级，那个对吧，所以说我们这次搞了个7级给他。可是这两把都是扩散的。扩散怎么了，现在这个扩散神教天下第一啊。天下第一还行。哎，啊，你看像这样一下抽炮这样抽插的过程中呢，体会这个进进出出的这种快感多好啊。哦，是吧，那我要蓄力呢。现在扩散蓄力威力也不差的，跟你讲啊。哦，还行嘛。哎，对吧，碰到肉质好的抽插这个，对吧，碰到肉质不好的忍住再射，对吧。哎，你这样岂不是在搞黄色吗？哎，你这话说出来岂不是所有的冲销党们都是在搞黄色吗？我有神识吧，这个当年左边跟捏右边跟捏的人，捏我不是随便摸的，我想怎么摸就怎么摸，又不会怀孕，你说是不是，你牛逼。然后有喜欢用盾斧的同学呢跟我投诉说啊，你这次这个盾斧这边他们看不下去了都。啊，怎么了？你先看这个岁月盾斧，你要说这个是物理这个电锯流的话呢，对吧，它的子斩就这么一点点。够了，这个后面还不是这么长一段白斩呢。你要子斩你可以用这个啊，这个激昂的这个金狮子的那把呀。可是激昂的金狮子吧是强属性平的，而且攻击力不是很高。但是它自带15%的暴击嘞。再不行你这样，你穿3件的这个阎王套，再加2件的这个金狮子套，全程无弱点特效，95%暴击，这样总香了吧。然而你打怪必须打不出这么高的数值，再香还是香不过强属性瓶啊。啊，这不一样的，强属性瓶这个是高手用的东西啊，而且位置要是没打好一样伤害力的。哦，然后那个斩击斧党们他们也怒了。我去，斩击斧怒什么？他们说这次更新里面没有武器可以用，我们锤子也没有武器可以用啊，都是弱势群体了。哎，你这个低调点轻一点，不要说出来嘛。不要说出来还行，可是我试了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睡眠的这个效果怎么下降了呀。我33期的时候刚说过对吧，这个睡眠不用堆很高的，结果好嘞，本来妥妥的3次，现在2次都有点危险。那是因为你上次说了之后呢，很多人学了之后呢，用的人多了嘛。这个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大不了把这个异常状态强化，这个再刻2个上去不就好了？那我损失攻击力谁来赔给我？没办法，我们不能让这个啊斩击斧太强。对，就你的锤子可以继续强。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发现斩击斧上头的这个刃剪的速度变快了呀。这些都是你的错觉，没有的事情啊！你想，你的刀拿在你的手上，我们怎么可能来动你的刀呢？对不对？嗯，我就这个眼神。哎呀，就你们这种喜欢用斩击斧的人最矫情，你看人家超纯棍对吧，还有人家弓箭对吧，这个最强爆破的弓跟超纯棍人家用的可开心了，一点哔哔的话都没有。超纯棍我先不说，这个爆破弓箭能用？这里头还有弓箭有人用爆破？哎，怎么没有，有些人就是喜欢爆破，配合冰咒龙4件套的这个效果，这个爆破弓的弓伤害不比属性弓低的。嗯，我懂了，你们这次反正暗改了，偷偷增强了这个冰咒龙套对吧。轻一点轻一点再轻一点。哦，对了，青奴也在开始骂，他们说这个两把青奴没有一把可以用的。哇了个天，这个敏赤龙这个水的那个青奴已经牛逼到上天了，已经，你们还想怎么样？牛逼到上天还行。
唯独只有兽奴说金狮子这把重弩可以代替这个龙山龙那把车甲弹轰炸流。哎，什么？这个碎的那把重弩不香吗？你强化好之后又能放这个三级车甲弹，又能这个放机关枪啊。嗯，然后放不上近战插件，这个冲枪威力那是低的不行，还不如老老实实放扩散弹了啊。这个也可以了，这个现在这个车重弩这么强，而且你那个最喜欢的上头机关枪流，这个配合碎爷加这个两件这个金火龙的套呢，可以配出攻防超高的一套装备了啊。就是个珠子男比较难配，你也知道珠子难配了。哎，你别说难配，我们这个远程看这个很多玩家这个珠子都有了，999个呢都。999个还行。那么走向到最后了，我们来谈谈这个太刀吧。哎，怎么了？我觉得，这个太刀就不用再说了吧，因为呢，太刀怎么配有名字呢 ？I believe we can fly over the sky one day we meet ya because of the song the star.